之辈一辈子安生，插着尿管死在床上，还是就算活不到30岁，也要名留青史呢？喂，不打出点名堂，那就一辈子凉快去吧。在夜之城没得选。有点道理。提醒你，我是个好说好商量的人，不过谁想占我便宜，那就是敬酒不吃吃罚酒了。听仔细了，我刚弄到一个大活，和收拾清道夫相比，算是千载难逢的大买卖。说说看，你有什么活？有个原型科技，准确的说是生物芯片，把它给我弄来，就这么简单。哼，我猜是公司的东西吧。对，荒坂公司，你应该没问题吧。对，没问题，大不了死嘛。夜之城可是荒坂的地盘，谁敢跟他们乱来？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，这是来生的头号规矩。再说了，我又不傻，不会留下马脚，这活儿必须干得神不知鬼不觉。这么说你应该能明白吧？怎么干？难道你有计划了？首先，我跟漩涡帮的小伙子们有点瓜葛，需要先处理好。然后就很简单了，你要去见客户，但他现在急得很，想跟咱们勾兑勾兑。漩涡帮那边是什么事？你们之间有过节？把芯片插上。还是老一套，某个帮派2周前抢了军用科技运输队的装备，公司的人不知道，其实是漩涡帮在搞鬼。被抢走的东西里有个小型作战机器人，叫小平头，原型机是军用科技的高端货，弄来给我。要是没有这机器人，那就弄不到荒坂的芯片，咱们的好戏也就没得唱了。不过别激动，那只是一个一次性的玩具，那玩意儿是我从漩涡帮买的。问题是，卖家本来是个叫 Brick 的哥们儿。为什么说本来呢？因为 Brick 原先是帮派老大，可谈妥3天后，他兄弟朋友刀上人称 Royce 的 Simon Render 他给做了。如今龙头是 Royce， 现在人家还认不认账我就不知道了。偏偏呢，军用科技还有个叫 Married Stott 的，也对这件事感兴趣。这女的是谁家的？公司的人。运输队的事情被她搞得好像要出人命一样。她手头的某个证人现在被五花大绑塞在后备箱里，上头催的那叫一个紧，她现在焦头烂额，你可以想想怎么利用这一点。你应该需要那炸毛女人的资料，这就发给你。你说的客户是谁？我为什么要见她？他叫 Evelyn Parker， 查他可不容易，我放出话说要找他的各种情报。嗯，然后呢？太平州的几个兄弟找过来，叫我别打听了，就这样。总之，咱们的这位客户小姑娘想找个能出头做事的，再和她当面聊聊。我得掌控大局，提 bug 不和人打交道， Chinky 吧。动刀动枪还行，那剩下就只有你了。我就想知道这么多，该去干活了。痛快，我来安排你跟帕克小姐在丽兹酒吧碰头，但是小平头的事得你自己来。对了 ，V 小姐，无名小卒。还是名扬天下。回头见。
要警醒点。我是 Meredith Dodd， 电话是你打的吗？是我。想勒索我是吗，臭婊子？还敢谈条件？你还逞能吗？冷静，别动手，我他妈是来谈判的。干什么啊 Meredith？ 你给我闭嘴！你他妈弄好了吗？弄好了。现在回答我的问题，老实点，说实话，就你一个人来的吗？我的人正端着点五零口径的狙击枪瞄着你的脑袋呢，再不放开我，就一枪打爆你的狗头。他在撒谎。再不老实，我就给你通上高压电，明白吗？地毯式搜索，快！现在听仔细了，这个 Anthony Gilchrist， 他是不是你的接头人？是不是他走漏了车队的消息？你说那男的，从来没见过。实话。听着，我知道运输车在哪儿，我能帮你，但反过来你也要帮我。我操！我说过了，我他妈早说过了，我不是内奸。让他闭嘴！赶紧放开我，要不我……先把他放开，我听听他有什么要说的。我在找一个机器人，小平头，他在劫你车队的人手里。只要你给我机器人，我就帮你。你想怎么对付他们？抢。不过他们现在急着出手，我花钱去买也是个办法。行吧，买，但有个条件，得用我们的钱去买。这听着靠谱，我同意。用这个芯片付钱，其他的事不用你操心。要是敢他妈耍我，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。你千万别上当啊！这宪兵就快没救你了，他是要拉你做垫背的。从没见过防备这么森严的食品工厂。应该都是从运输队抢来的装备吧？八成都武装到屁眼了。你听说过这个龙头 Royce 吗 ？Dex 提起过，说他很特别，反步兵地雷，定向破片杀伤，我喜欢。低调。有个机器人 MTOD 十二型，叫小平头。怎么了？关你屁事。
我的委托人已经给过 Brick 钱了，我是来拿货的，有必要的话我当面和 Royce 谈。不，你就和我谈，我叫 Dam Dam。 沙发坐下聊。坐下，我站着就行。你他妈听不懂人话是吗？我让你他妈的坐下。等我试试。老子不敢动你吗？你他妈赶紧坐下。Jackie， 走，坐下。听他们的没有好下场。哎，操！这不就结了？来。提神，抽一口。谢谢，我不用。随便你，小家伙还挺纯。你们要的就是他吧？小平头 MTO 第十二型。我们要看看，看看就看看，这玩意儿花样可他妈多了，动态光热迷彩装甲搭载乌鸦控制器的沉浸式认知系统，这还不算完呢，还有钛合金纤维打造的圆形驱动装置，你们上眼，全整合连接。小蜘蛛开始爬墙往天花板上那么一过，哼，搞不好要吐了。你觉得如何？嗯，乌鸦不是小平头的专用控制单元吧？哈，当然啊，军用科技的控制器会自动连接军用科技的系统。哎，我说，你不想他们知道你家住哪儿吧？乌鸦是我们自己研发的，神经同步效果更好，还无法追踪。哼，要我说，这玩意儿就该他妈单卖。将就将就用吧。你看看，还他妈的挺挑。那就付钱吧。钱给过 Brick 了。不是吧？你真想让我再掏一次钱吗？这是老子的地盘，别他妈讨价还价！我说付两次，你他妈就付两次。好，你要小平头是吧？那就痛快掏钱吧。我觉得，既然钱你已经拿到了，那应该好好给我们打点折扣。折扣？折你妈逼折！知道吗？你不说谁派你来的，也不说给谁干活。Dexter DeShawn， 他派的。Dexter DeShawn， 那个拳打杜邦、脚踢太平州的老胖逼，还活着呢。没，不仅没死，活蹦乱跳的。他让我给你带个好。要不，你再考虑一下。你短路了吗？钱在这上头。哦，嘿，小平头可是上等货，甭管什么活，就没有他干不了的。操操操操操！有了一软件，他们黑进来了，把他们的脑袋给我顶下来！没想到我会在这吧？知道吗？我欣赏你的手段，愿不愿意继续帮我们办事？
那我十分乐意。下次见 V， 公司对你很满意。封锁这片区域。我们该走了，妹子。机器人拿到了。都顺利吗？遇到什么麻烦了吗？军用科技的态度。麻烦的话，那肯定有。你和 Break 的那笔账 ，Royce 就明摆着不想认。你怎么搞定的？利用了那个公司女人。我见了 Stott， 跟他谈了笔交易。不错不错。他让我用芯片给漩涡帮付钱。有件事儿 Stott 没说，他给我的芯片上有病毒。都是公司的老套路了。我猜 Royce 发了点小脾气。病毒攻击了他们的系统，烧死了好几个漩涡帮的人，剩下的都被我办了。有种啊 ，V 小姐，跟 Park 小姐的事怎么样了？还没腾出空间呢。嗯哼，要想拿到芯片，你就必须要去碰头。Park 小姐会在丽兹酒吧等你，祝你好运。